盘点粉丝送的奇葩山寨货。啊，雷币我买着了。其实现在吧，雪币跟雷币现在都已经烂大街了。你看我还有一瓶，这啥玩意儿？牛逼！雪币、雷币，牛逼！还有一瓶。看看这啥玩意儿，炸！把雪崩，雪崩也是差点劲儿。我还有一个更狠的，雪霸、雪崩，还有一个狠角色，炸！雪小板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这种东西啊，绿色公猪配合饲料。试用期青春期公猪，恶搞零食大礼包，健康饲料，装的还挺像啊、哦、这应该是奶片吧，尝一个啊。嗯，你别说，奶味很浓郁啊、哦、这是吧，猛吃猛长，猪用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，这什么东西啊，真饲料、啊刚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包成这样，打开之后已经觉得有点不妙了。礼貌吗？啊？开箱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山水画哦！哇，哇、哦，真漂亮啊！真好啊！喂，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古钱币大真，哇，包这么好，币，嗯，啊，的一币，精美礼盒，我帝王绿，哇，这不就站起来了吗，兄弟们，我把666给我打在公屏上，我、哦、太激动了，我，哇哦，啊，哎，哦，风油精。这位粉丝就不得了了，上来就给我整个狠货啊，估计是什么电脑显示屏啊，哇，很重啊，越重性能越好啊，哇，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，那么这位网友，我就想问一下你这是套什么组合，你觉得你这样有意思吗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幽默，找事是不是，哇，开箱，先开这个最重的啊，分量很足啊，看看什么好东西啊，哇，小麦果汁儿，良心老板，血赚，哇，啊，雷花，勇闯天堂，哇，这什么牌子啊？这什么？磁带啊？哟，还有字呢。富贵，我关注你很久了，每次不开心的时候都会看你的视频，有句话我憋很久了，你自己听听看吧。哦，真爱粉啊，听一下。三顾茅庐，开溜去的。诸葛亮院里还有电动车呢。哎呦我的妈！祖传宝画，店里挂着。哇！哇！阿迪达斯，哇！这名牌布料摸起来就是不一样。哦哇！阿迪，嗯，哎，阿达，傻逼，这个你总坑不了我了吧，螃蟹你怎么做假，确实挺重的，哇，奸商啊，一只假螃蟹，这什么，哇，精美麻将，一个字，绝。